天晴，朝早天气会较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会稍为增多。跟住睇下今朝嘅新闻提要。美国纽约有货车铲上单车径，撞到多人，最少八死，十几人受伤，司机被制服。加泰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身处比利时，表明无意寻求政治庇护。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话，并冇俾佢特殊待遇。人大常委会建议侮辱国歌最高可以判监3年。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话，香港应该及时完成国歌法本地立法。详细内容：美国纽约发生恐怖袭击，一架货车铲上单车径，撞到多人，最少八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司机被警方制服。市长白思豪谴责恐袭懦夫行为。出事的单车径多架单车被撞到变形，严重损毁。呢架相信涉案的白色货车打横停在路上，两边车门打开。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下午，涉事货车冲上单车径，逆向行驶几个街口，撞到多个人，再撞到一架校车才停低。司机之后拎住彩弹枪和气枪落车，当场被赶到的警察开枪制服。I definitely saw the car damage. I heard a loud bang. The front of the car was totaled at that point. And the guy coming out of the truck was injured. That said, when I heard that there was a gun involved, oh, he's got a gun, and everyone was running, I peeled it to Rockaway Park and I called the police. 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伤者在现场接受初步治理。警方話兇徒係29歲嘅男人，涉案貨車係租翻嚟。紐約市長白思豪話係針對無辜平民嘅恐怖襲擊，但相信係單獨行事，冇證據顯示兇徒有同黨。無線電視記者陳允婷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試圖同通俄門調查目標劃清界線，話承認接觸俄羅斯人員嘅前顧問帕帕佐普洛斯只係競選團隊嘅低層義工，又話佢係大話症。特朗普星期二同官員商討稅務改革法案，對記者追問涉及通俄門調查，有關曾經擔任佢外交政策顧問嘅帕帕佐普洛斯，特朗普一概不回應。早前就在社交网站发文试图撇清关系，说帕帕塞普洛斯只是属于竞选团队的低层义工，没什么人认识他，又说他承认作虚假陈述已经证明他是大话精。白宫就说竞选团队曾经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帕帕塞普洛斯相关的电邮配合调查。帕帕塞普洛斯承认去年和俄方人员接触，对方声称有民主党希拉里的黑材料。另外又有人說可以安排特朗普和俄羅斯政府官員會面，美聯社就查到帕帕佐普洛斯接觸過的中間人分別是倫敦外交學院教授米夫薩德和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項目經理季莫耶夫，兩人對報道都未有回應。美國傳媒有報道，帕帕佐普洛斯曾經和競選團隊高級顧問克洛維斯商討和俄方會面的事，克洛維斯曾經建議帕帕佐普洛斯赴會。克洛维斯发声明回应话，从来没有向帕帕佐普洛斯建议以改善美俄关系作为工作重点。分析认为，特别检察官米勒就通俄门作的第一批控罪，正是警告特朗普亲信不要试图隐瞒和俄罗斯的任何接触，否则就会好像帕帕佐普洛斯那样面临起诉。无线电视记者陈允婷报道。西班牙高等法院傳召被撤職的普伊格德蒙特等等14個前自治區政府官員，今日出庭接受問話。普伊格德蒙特正係身處比利時，表明無意尋求政治庇護，又話會準備應付下個月的地方議會重選。加泰官方民調顯示，支持獨立建國的民眾比例上升。普伊格德蒙特星期二挨晚現身比利時布魯塞爾街頭，引嚟記者追訪。普伊格德蒙特重申，他在比利時並不是要尋求政治庇護，又或者要爭取歐盟國領袖支持。You think you'll find any allies and any heads of sta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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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I think
I'm not here in order to demand a political asylum or different questions. Well, not political asylum, but you'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 Catalonia. No. 期間有同仁要求普伊格德蒙特合照。 普伊格德蒙特聲稱受到西班牙當局全面打壓。 就在幾個鐘頭之前，普伊格德蒙特召開記者會，話選擇到比利時布魯塞爾係要將加泰嘅獨立問題帶到歐盟，但同比利時嘅政治無關，又話願意接受挑戰，全力應付12月底嘅加泰議會選舉。比利時首相米歇爾就發聲明。 話並冇邀請普伊格德蒙特前往當地，強調喺佢逗留期間，政府唔會給予任何特殊待遇，又話會就此同西班牙政府保持溝通。西班牙高等法庭星期二宣布，傳召普伊格德蒙特、自治區副主席洪克拉斯等合共14名自治區政府官員，星期四同星期五一連兩日出庭接受問話。佢哋面臨叛亂、煽動叛亂以及濫權等罪名。若果普伊格德蒙特並未現身， 法庭可以尋求發出歐洲通緝令，扣押普伊格德蒙特。與此同時，西班牙最高法院亦都傳召加泰自治議會前議長福卡德利以及另外5名前議員星期四出庭應訊。佢哋被指容許議會表決唔合乎憲法嘅獨立議案，同樣面臨叛亂同煽動叛亂等罪。而喺中央政府接管自治區下，獨派選情喺下個月嘅議會重選，亦都可能存在隱憂。 未必再能夠組成少數派政府繼續領導獨立運動，但加泰官方民調中心上個月底前一項調查訪問1500人，發現支持加泰獨立建國嘅民眾由4成1增至大約4成9，較今年6月舉行公投之前增加大約8%，意味下個月嘅選情仍然存在好大變數。無線電視記者王振陽報導。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會面。 李克強喺北京吊住台國賓館接見正喺北京訪問嘅梅德韋傑夫，兩人高度評價中俄關係進展極大。李克強話：梅德韋傑夫係中共十九大閉幕之後第一位到訪嘅外國領導人，充分體現中俄兩國緊密關係，中方願意同俄方鞏固互信，擴大交流合作，推動兩國關係穩定發展。梅德韋傑夫就祝賀中共十九大閉幕。 又形容目前俄中全面戰略關係屬於高水平，願意同中方繼續努力深化兩國關係。喺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刑法修正案草案，加入侮辱國歌嘅罰則，最高可以判3年有期徒刑。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話，香港應該及時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駐北京記者陳日思報導。 《國歌法》10月1日喺內地生效，但係未列明刑責。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刑法修正案10草案，計劃喺刑法第299條侮辱國旗、國徽罪中增加一項規定，列明侮辱國歌，若果情節嚴重，依照侮辱國旗和國徽嘅刑罰，即係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會議亦都提醒審議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嘅草案。中央電視台報導，呢幾年香港發生一啲唔尊重國歌嘅事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國歌提高到每小時34.5。最低工資條例適用嘅所有僱員，目標應當及時完成本地立法。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及時完善本地立法。 確保國歌法得到切實執行。現時香港實施國旗及國徽條例，如果觸犯，最高罰款50,000元同監禁3年。又喺北京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嘅港區人大表示，國歌法本地立法嘅時候可以參考。應該跟翻現有香港嘅有關國旗、國徽嘅嗰個法例嘅。 其實我相信呢個就最直接，我認為唔覺得會有超越國徽國旗嘅一個有關刑期。喺本港，有民主派議員認為國歌法本地立法階段應該設3個月諮詢期。我相信市民對。
跟過去啦。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陳日思報導。我而家應用程式，帳戶唔好用曬啲簡單嘅密碼。網絡攝錄機冇保安設定，影像分分鐘俾人截取。社交網絡冇私隱設定，個人資料俾人睇到曬就麻煩啦。唔好隨便咁用免費公共 WiFi， 用完記得刪除慣用網絡設定，仲要經常更換網上密碼同埋注意保安啊！無論喺工作上遇到幾多困難，我哋都會不偏不倚執行職務。即使查案搜證嘅過程好似大海撈針，我哋都唔會放過任何一個線索。市民的支持和協助，我們會繼續勇敢無懼維護法紀，攜手滅罪，守護香港。我和很多打工者一樣，每天都搏到盡，退休未想啊。強積金預設投資已經推出，特點是隨著強積金計劃永遠人員增長而自動降低投資風險，收費設上限，還會分散投資在環球市場。如果你冇俾过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俾你，等你拣户口里面嘅强积金系咪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代表地盘唔见你，你系咪去咗口供门测试？注册做师傅啊？要咗你哋做呢间做开嘅工种注册噶啦，我就注册咗啦。系咧，专工专责规定实施咗啦，冇技工注册就唔可以喺地盘独立做翻做开嘅工种。老豆，我哋都去建造业协会注册咗啦，有咗专业资格，周围都揾我哋开工，所以咪少见咗我哋咯。尖沙咀拉伸的男人涉嫌出售主题公园假门票，涉及大约10,000元。警方一共检获有张假门票，全部是由打印机印制，质素粗糙。被捕的46岁男人透过网上平台话半价出售主题公园门票，有7个人买。事主寻日到主题公园嗰阵，职员证实门票是伪造，入唔到场。警方调查后，夜晚8点几，乔装买家在尖沙咀港铁站交收，拉咗涉案男人。纽约股市回升，纳指创收市新高，伦敦期油贴近2.5年以嚟最高。翻嚟会有详细报道。你系人定系鬼？丑四方嘅石精唔理你身世有屎黑蛇狼，快啲离开我！刑管专要向你报恩。大似一日未报，本专就唔能够专心继续寻找啦。魔东日日本物业顾问陈谦，外险剧《黄魔的》今晚9点半，翡翠台。做女神一定靠 sex， 靠嗰啲完全遮影晒，呢度点啲都唔觉嘅。浪漫情景，最想挚爱喺身边。
23,3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2點，報2,575點。部分消費品股業績好過預期，加上科技股做好，大市受支持，三項主要指數都扭轉上月嘅跌勢。道指早段跌14點之後反彈，美聯最多到升近58點，收市升幅收窄，全日高低相差接近72點。科技股方面，蘋果公司股價創新高，繼續受到智能手機 iPhone X 需求強勁消息支持。另外有消息話，蘋果出年推出的 iPhone 和 iPad 不再用晶片廠商高通的產品，高通股價急跌。蘋果公司股價升近1.4%，高通跌近6.7%，競爭對手英特爾觸及17年嚟最高，收市升2.5%，係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纳斯达克指数创6737点纪录新高，收市报6727点，升28点。总结十月份，道指升972点，升幅4.3%。标普500指数升2.2%，纳指升3.6%，三项指数升幅都系二月份以嚟最大。联邦储备局开始一连两日议息，总统特朗普亦都快将公布联储局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市场正注视。无线电视记者杨家辉报道。在美国买卖的港股裕拓证券和本港收市比较，造价个别发展。汇丰控股收市折合76.1，比本港收市跌1毫。中移动78.72，升3.7仙。中国石油股份5.11，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0.67，升5仙。中国石油化工5.75，升2仙。腾讯控股351.94，升2.14；中人寿26.01，升2.1；长和99.12，升7仙；港交所217.18，跌2仙；联想集团4.5，亦都系跌2仙。原油价格持续上升，伦敦期油贴近2.5年以嚟最高。市场憧憬产油国将会延长减产协议，油价继续受支持。纽约期油连升第4个交易日，伦敦期油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升。不过市场亦都担心，油价持续上升可能会吸引美国产油商增加出口，油价升势受到呢个因素影响。纽约期油以每桶54.38美元收市，系2月23日以嚟最高，升咗23厘仙。伦敦期油收市到期结算报61.37美元，系前7月初以嚟最高，升47厘仙。总结十月份，纽约期油升5.2%，伦敦期油升近6.7%。纽约期油收市之后，美国石油协会公布，当地上星期原油库存减少510万桶，蒸馏油存量减少310万桶，汽油存量减少770万桶，三项嘅减幅都系远超过市场预期。喺数据公布之后，油价喺场外交易时段升幅扩大。无线电视记者尤家辉报道。世界銀行發表新一年度營商環境報告，本港排名下跌一級至到第5，被南韓追過。排頭三位嘅繼續係新西蘭、新加坡同埋丹麥，中國排名不變，維持第78位。報告分10個領域評核經濟體嘅營商便利程度，其中本港喺開辦企業同埋納税排名都維持全球第3，登記財產同埋跨境貿易排名分別升6級同埋9級。但在獲得信貸的排名跌9級至到第29位，保護小投資者的排名也都跌6級至到第9位。美元匯價靠穩，主要受到美國經濟數據所支持。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增長穩固，美元受支持。不過聯邦儲備局和英倫銀行議息之前，投資者避免大手買賣，美元升幅收窄。日本中央銀行維持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不變，有助美元對日元向好。
睇美元嘅最新匯價，對日元113.64，英鎊1.3285，瑞士法郎0.9974，歐元1.1647，加拿大元1.2888，澳元0.7653，港元7.7999。轉睇港元匯價，對日元6.8619，歐元9.0845，英鎊10.3622，瑞士法郎7.8202。加拿大元6.0502，澳元5.9716，新西蘭元5.3788，每百港元兑85.03人民幣。歐洲主要股市靠穩，受到公司業績支持。倫敦富時100指數升5點，巴黎股市升9點，而德國股市係星期二假期休市。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上落唔大，市場注視星期三多項發展，包括財政部發表集資計劃、聯邦儲備局議息結果，同埋共和黨議員可能會提出減税議案。美國債券價格兩年期係報知息率係報1.599%，十年期報2.377%，三十年期長債報2.875%。金價結束連續兩日嘅升勢，美國聯邦儲備局同埋英倫銀行今個星期都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加上美國會公布就業和其他主要經濟數據，投資者入市取態轉趨審慎。紐約期金以每安士1270.5美元收市，跌7.2美元。倫敦黃金每安士賣出價報1270.95美元。美國消費信心持續上升，貼近17年以嚟最高。美國經濟諮詢會公布消費信心指數連續第四個月上升，十月份升至125.9，係2000年12月以嚟最高，並且高過市場預期。九月指數由119.8修訂至120.6。八月20個大都會房屋價格指數，八月份按年升5.9%，比七月高0.1%，係連續第二個月加快上升，市場就預期升6%。反映勞工成本的僱傭成本指數第三季升幅稍為加快至0.7%，是兩年半以來最大升幅，符合市場預期。直至九月底的12個月，指數升幅略為加快至2.5%。跟住實評摘要，嘉賓你張文彩。好啊，經濟報社評。政府公布最新樓價指數，樓價連升18個月，再創新高，顯然今年私樓土地供應雖然是提前達標，仍然扭轉不到樓價上升的預期。政府應該加推土地，簡化審批程序，加快推出單位，力挽勝勢。文匯報社評，特首林鄭月娥澄清，早前所講的80萬個出租公屋單位，不是公屋建屋目標封頂，她討論的是房屋政策概念問題，不是為公屋數量定出目標或者上限。在公屋供應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將原有公屋用地起綠置居難免顧此失彼，公屋輪候的隊伍可能會越來越長。無論是公屋、綠置居還是首置上車盤，歸根結底還是要面對地從何來的問題。村民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可以清除一整日都是生常的有助為自己降溫，不過林鄭月娥的概念仍然有討論的空間，畢竟在她生活中相信仲存在住公屋單位都不可以確保量已經足夠的舊資，只是留待日後公屋地下學園屋苑地所再定出具體指標單。我看林鄭月娥的概念有待深思熟慮，以免在房屋政策落元素完成之前又引起社會大眾不必要的擾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较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云量会较为增多。全心寒，止疼痛，调五脏，
撞到變形，嚴重損毀。
呢架相信涉案嘅白色货车打横停喺路上，两边车门打开。事发当地星期二下昼，涉事货车冲上单车径，逆向行驶几个街口，撞到多人，再撞到一架后车先至停低。司机之后手持彩弹枪同汽车落车，当场被赶到嘅警察开枪制服。据报佢曾经高呼真主伟大。I definitely saw the car damage. I heard a loud bang. The front of the car was totaled at that point. And the guy coming out of the truck was injured. That said, when I heard that there was a gun involved, oh, he's got a gun, and everyone was running, I peeled it to Rockaway Park, and I called the police. 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伤者在现场接受初步治理。警方話兇徒係29歲嘅男人，涉案貨車係租翻嚟。紐約市長白思豪話係針對無辜平民嘅恐怖襲擊，但相信係單獨行事，冇證據顯示兇徒有同黨。無線電視記者陳允婷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試圖同通俄門調查目標劃清界線，話承認接觸俄羅斯人員嘅前顧問帕帕佐可洛斯只係競選團隊嘅低層義工，又話佢係大話症。特朗普星期二同官员商讨税务改革法案，对于记者追问涉及通俄门调查，有关曾经担任他外交政策顾问的帕帕佐普洛斯，特朗普一概不回应。较早前就在社交网站发文试图撇清关系，说帕帕佐普洛斯只是属于竞选团队的低层义工，没什么人认识他，又说他承认作虚假陈述已经证明他是大话精。白宫就说竞选团队曾经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帕帕佐普洛斯相关的电邮配合调查。帕帕佐普洛斯承认去年同俄方人员接触，对方声称有民主党希拉里的黑材料，另外有人说可以安排特朗普和俄罗斯政府官员会面。美联社就查到帕帕佐普洛斯接触过的中间人分别是伦敦外交学院教授米夫萨德和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项目经理桂木耶夫，两人对报道都未有回应。美国传媒有报道，帕帕佐普洛斯曾经同竞选团队高级顾问克罗维斯商讨同俄方会面的事，克罗维斯曾经建议帕帕佐普洛斯赴会，克罗维斯发声明回应说从来没有向帕帕佐普洛斯建议以改善美俄关系作为工作重点。分析认为特别检察官米勒就通俄门作的第一批控罪正是警告特朗普亲信不要试图隐瞒和俄罗斯的任何接触，否则就会好像帕帕佐普洛斯那样面临起诉。无线电视记者陈允婷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干预其他国家选举。拉夫罗夫说俄罗斯被指干预美国大选，甚至部分欧洲国家例如是法国大选、英国去年的脱欧公投，但从来没有人提出任何证据。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外交顾问帕帕佐普洛斯承认曾经同俄方接触，拉夫罗夫说他不认为双方接触构成任何非法行为。俄罗斯一个国际关系智库确认曾经同帕帕佐普洛斯接触，但就没有见面。智库强调是独立组织，不时有公开活动接待各国政治人物。西班牙高等法院传召被撤职的普伊格德蒙特等等14个前自治区政府官员今日出庭接受问话。普伊格德蒙特正是身处比利时，表明无意寻求政治庇护，又说会准备应付下个月的地方议会重选，但是官方民调显示支持独立建国的民众比例上升。普伊格德蒙特星期二挨晚现身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引来记者追访。普伊格德蒙特重申他在比利时并不是要寻求政治庇护，又或者要争取欧盟国领袖支持。Do you think you'll find any allies and any heads of state? No. I'm not here in order to demand a political asylum or different questions. Well, not political asylum, but you'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 Catalonia. 期间有途人要求同普伊格德蒙特合照。普伊格德蒙特
聲稱受到西班牙當局全面打壓。就在幾個鐘頭之前，普伊格德蒙特召開記者會，話選擇到比利時布魯塞爾是要將加泰的獨立問題帶到歐盟，但與比利時的政治無關，又說願意接受挑戰，全力應付十二月底的加泰議會選舉。比利時首相米歇爾就發聲明，說並沒有邀請普伊格德蒙特前往當地，強調在他逗留期間政府不會給予任何特殊待遇，又說會就此與西班牙政府保持溝通。西班牙高等法庭星期二宣布傳召普伊格德蒙特、自治區副主席洪克拉斯等合共14名自治區政府官員星期四和星期五一連兩日出庭接受問話，他們面臨叛亂、煽動叛亂以及濫權等罪名，若果普伊格德蒙特並未現身，法庭可以尋求發出歐洲通緝令扣押普伊格德蒙特。與此同時，西班牙最高法院亦都傳召加泰自治議會前議長福沙德利以及另外五名前議員星期四出庭應訊，他們被指容許議會表決不合乎憲法的獨立議案，同樣面臨叛亂和煽動叛亂等罪。而在中央政府接管自治區下，屬派選情在下個月的議會重選亦都可能存在隱憂，未必再能夠組成少數派政府繼續領導獨立運動。但加泰官方民調中心上個月底前一項調查訪問1500人，發現支持加泰獨立建國的民眾由41%增至大約49%，較今年6月舉行公投之前增加大約8%，意味下個月的選情仍然存在很大變數。無線電視記者黃振陽報導。阿根廷兩大航空公司工會發起罷工，幾百班航班取消，影響40000個旅客。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機場，多架客機停飛，有旅客滯留機場。阿根廷國營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和旗下的阿根廷拿方航空工會在星期二發起罷工，要求資方按通脹加薪26%。受到罷工影響，大約有300班國內和國際航班取消。資方批評工會發起罷工，工會警告如果資方不滿足訴求，會再發動罷工。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年底之前簽署稅改法案。世界銀行發表營商環境報告，本港排名跌至第五位。翻嚟會有詳細報導。風濕痛，雷風濕痛，頸椎痛，腰間盤痛，點解反反覆覆痛？濕氣去唔到，就會反覆痛。濕氣侵入骨絡關節，即九成痹，腫脹、變形、突出，疼痛反覆，除濕痹止疼痛，快用曹積麻牌以身除濕止痛膠囊，11味純中藥組方，開咗除痹，驅除濕氣，曹積麻牌除濕又止痛。桃青花开不知天空地，是我梦你站起来站起来，大好日子就回来。治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快用曹青麻牌医生除湿止痛胶囊，除湿止痛。资深老友当然是空泥派空米酒啦，贴真啲。
红芒药酒67味中药，药尽酒力，酒助药效，祛风寒，止疼痛，调五脏，补气血，治病又强身。按疗程服用能有效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肾虚尿频、胃痰肺痛、气虚血亏，是中老年人综合调理的好方法。腰腿不痛，关节好，生活才能更美好。要是肾不虚不起夜，睡得安心，那老伴儿可就省心了。要是颈肩腰腿都灵，上楼可就不费劲儿喽。红毛药酒，中华老字号。红毛药酒，每天两口。税据报中会喺税改法案加入向跨国公司海外收入征收较低嘅税率，避免公司将资金收埋喺海外避税。特朗普会见商界领袖，推介税务改革嗰阵，表明希望国会喺今个月底感恩节假期之前通过税改法案，年底前就能够交俾佢签署生效。又重申期望企业税率可以立即由三成半降到两成，反对分阶段减税嘅提议。Hopefully before Christmas, you'll all be in the room, standing front row center. I think we'll be able t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all stand front row center. It'll be a big event. It'll be the biggest tax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e're not looking for that. No, we're not looking for that. Hopefully not. Some people have mentioned that. Hopefully not.特朗普就相信減企業税之後會吸引公司將海外資金回回本地，透露很快會宣布一間大公司回歸美國，但沒有提供更多詳情。紐約時報引述消息說，眾議院的税改法案會建議改變美國的企業税制，現行企業税只是適用在公司在美國本地賺取的收入，至於跨國公司在海外的收入就會引入一個較低的稅率，而且適用在全球其他地區，不會分不同國家徵收不同稅率，期望可以避免公司在改制之後將收入收埋在海外避税。至於備受爭議的取消州同地方扣税安排，眾議院似乎也都達成折衷方案。負責税改的委員會主席布蘭迪透露，會保留房地產税的扣税安排，但入息税扣減就會取消，期望減輕重税州份民眾的負擔。被民主黨大肆批評是有利富豪的取消遺產税建議，也都可能需要修改。參議院正是討論保留税項，但是將徵税門檻提高一倍。雖然布蘭迪重申眾議院版本的税改法案星期三就會出爐，不過有人同眾議院議長瑞安會面之後透露，由於部分細節未完成，法案可能要押後去到星期四，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夠完成起草。無線電視記者黃軒報導。世界銀行發表新一年度營商環境報告，本港排名下跌一級至第五，被南韓追過。排頭三位的繼續是新西蘭、新加坡和丹麥，中國排名不變，維持第78位。報告分10個領域評核經濟體的營商便利程度，其中本港在開辦企業和納稅排名都維持全球第三，登記財產和跨境貿易排名分別升6和9級，但在獲得信貸的排名跌9級至第29位，保護小投資者的排名亦都跌6級至第9位。紐約股市回升，受消費品股和科技股支持，納
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28点，报23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2点，报2575点。部分消费品股业绩好过预期，加上科技股做好，大市受支持，三项主要指数都扭转上月嘅跌势。道指早段跌14点之后反弹，美联最多到升近58点，收市升幅收窄，全日高低相差接近72点。科技股方面，苹果公司股价创新高，继续受到智能手机 iPhone X 需求强劲消息支持。另外有消息话，苹果出年推出的 iPhone 和 iPad 不再用晶片厂商高通的产品，高通股价急跌。苹果公司股价升近1.4%，高通跌近6.7%，竞争对手英特尔触及17年嚟最高，收市升2.5%，系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纳斯达克指数创6737点纪录新高，收市报6727点，升28点。总结十月份，道指升972点，升幅4.3%。标普500指数升2.2%，纳指升3.6%，三项指数升幅都系最大。联邦储备局一连两日议息，总统特朗普亦都快将公布联储局派任主席提名人选，市场正注视。无线电视记者杨家辉报道。喺美国买卖嘅港股裕拓证券同本港收市比较，做价个别发展。汇丰控股收市折合76.1，比本港收市跌0.1；中移动78.72，升0.7；中国石油股份5.1，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0.67，升5仙；中国石油化工5.75，升2仙。腾讯控股351.94，升2.14；中人寿26.01，升2.1；长和99.12，升7仙。港交所217.18，跌2仙；联想集团4.5，亦都系跌2仙。原油价格持续上升，伦敦期油贴近2.5年以嚟最高。市场憧憬产油国将会延长减产协议，油价继续受支持。纽约期油连升4个交易日，伦敦期油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升。不过市场亦都担心，油价持续上升可能会吸引美国产油商增加出口，油价升势受到呢个因素影响。纽约期油以每桶54.38美元收市，系2月23日以嚟最高，升咗23美仙。伦敦期油收市到期结算报61.37美元，系前年7月初以嚟最高，升47美仙。总结十月份，纽约期油升5.2%，伦敦期油升近6.7%。纽约期油收市之后，美国石油协会公布，当地上星期原油库存减少510万桶，蒸馏油存量减少310万桶，汽油存量减少770万桶，三项嘅减幅都系远超过市场预期。喺数据公布之后，油价喺场外交易时段升幅扩大。无线电视记者杨家辉报道。欧洲主要股市靠稳，受公司业绩所支持。伦敦富时100指数升5点，巴黎股市升9点，德国股市星期二假期休市。美国国库债券价格上落唔大，市场注视星期三多项发展，包括财政部发表集资计划、联邦储备局议息结果，同埋共和党议员可能会提出减税议案。两年期国债孳息率报1.599%，十年期报2.377%，三十年期长债报2.875%。人民币公斤条收市价系报270.94人民币，总成交超过115亿人民币。伦敦黄金收市价报1271.16美元，成交超过136亿美元。本港外汇基金票据方面。两年期息率报1.062%，三年期报1.274%，十年期报1.824%。跟住石评摘要，交俾你张文彩。好啊，明报石评，邻舍辅导会财务预算失误，需要大幅削减短期计划同埋变相裁员，暴露部分社福机构管理不善嘅问题。政府推行一筆過撥款津助制度17年，是時候檢討完善制度。然而更重要的是提升社福機構高層管理能力，
度，係咪一定要將一筆過撥款制度推倒重來，走回頭路，需要三思。星島日報社論，全國人大常委會預計今個星期六會表決通過將國歌法列入本港基本法附件三，作為本港需施行的全國性法律。在再三發生香港國歌事件之後，本地立法已經事不宜遲，國歌法落實本地化順理成章，所要做的是搞清楚細節，剔除疑慮。蘋果日報社論，政府上個星期提出無約束力議案，要求議會支持政府三步走落實一地兩檢，民主派奇招突出，阻止政府按計劃開始辯論議案。一直強調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林鄭月娥警告，不排除同步啟動三步走，議案今明兩日繼續辯論，如無意外將會通過。但議案即使經一個不公義政制扭曲的議會通過，亦都只是林鄭意圖製造虛假民意授權的招數。大家好，歡迎收睇朝早嘅天氣報告，我係楊漢賢。受到啲比較乾嘅東北季風影響咧，我哋睇到華南地區咧普遍雲量咧仍然係偏少噶。嗱，香港都唔例外嘅。我睇翻啲天氣照片咧，就見得到維港上空咧基本上今朝冇雲嘅，藍天咧都開始見到噶啦。嗱，至於氣温方面，我哋受到啲東北季風影響咧，今朝啲天氣都係涼涼地噶。咁市區氣温咧就下降到21度左右啦。咁但係新界普遍咧就再要涼啲噶。咁特別打鼓嶺附近咧，今朝早氣温咧下降到得15度嘅咋。嗱，預計今日咧將會係天晴啦，咁啊朝早咧會比較涼啲，咁而日頭時段將會係變得天氣乾燥噶，氣温最高咧會上升到去26度左右。啊，晴朗多數天氣咧都持續咗好一段時間噶啦，嚟緊嘅咧我哋見到會有啲轉變嘅喎。嗱，首先睇翻衛星雲圖咧，將個鏡頭擺去南海呢一邊，嗱見得到咧，就無論係南海南部呢啲位置咧，以至菲律賓附近咧，啲天氣都好唔穩定，原因咧就係呢兩個區域咧正係受到兩個熱帶低氣壓嘅影響。嗱，我哋集中睇翻咧喺菲律賓附近呢度低潮，未來嗰幾日咧將會佢係首先係南海南部呢啲地方啦，咁跟住咧就大致係移向越南嗰邊噶啦。嗱，我見呢個嘅媒體咧，即係華南沿岸地區咧仲冇乜威脅嘅。但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又會改變咗我哋上空嘅氣流啦，就會將南海北部嘅啲水氣啊，甚至雲團咧，就帶翻嚟華南沿岸噶啦。咁所以預計咧，嚟緊嘅週末咧，啲雲量咧會多翻啲嘅。嗱，至於氣温方面，我哋睇翻咧，就個季候風喺未來兩日有啲緩和嘅趨勢啦。咁變咗咧，喺華南地區氣温咧有機會係升翻些少啦。嗱，不過好快去到星期五咧，我哋預計就會有季候風嘅補充咧，抵達咗華南地區噶。咁啊，所以咧就隨住啲週末時間咧，應該啲風勢咧會提翻啲，有啲温度又會稍微下降翻噶啦。嗱，總括嚟講，我哋展望喺香港咧，未來兩日將會係大致天晴啦同埋乾燥噶。咁至於週末時間咧，天晴就會稍微多翻些少啦。好，天氣咧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每日都搭电梯，星星旧旧，但对电梯嘅安全要求就要有。
注意安全，最好由经验丰富嘅导游带领。大家亦都要小心执物同松脱嘅石块，唔好攀爬石柱或浅踏严重风化嘅岩石。冇码头设施就唔好上岸啦。仲有，千祈唔好拎走石块或喺岩。